救护箱的后面，分点香，分点药，分点药，分点药，没药啥的，分点子弹也行啊，不鸡巴。哎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往你那走了，过去了，你点钱。这是，哦吼。现在终于找到甲了，打完了战就找到甲了，这就是团队协作的魅力。我和小戴，我俩这会一人一把大背石，操的了、我俩这把就是他妈死喷子，对，我们网络死喷子。哎，头一个，我给你点赞的速度快不快？快！每次托尼哥一发，我基本上秒赞了。贼狠！没有托尼哥抖音，我再加一个。妈，连托尼哥抖音都没有。对你干什么吃的？还能干什么呀？这连你的真 low 啊你！你真 low 啊你！是枪毙。一个比一个厉害。这谁呀、啊？这谁在说话呢？哎，有车。哎。好，当人机了，停！好，当人机了。哎，两个！哇，我进去到两个了，来！哎呦！最后一个，两个。托尼哥，小左手里，蓝标，小左手，小左手背后，绕过去，左边背后。牛逼！牛逼！先救伊森。我操你妈的，牛逼！我故意装人机，他妈真下来了。挺像的，你这样子一装。哎呦，笑死人了！我那个位置巨逼好，你们三个人从那顶着，他们三个全是我的侧身，我太好了，我操！你们仨就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就好了，我这 KD 就贼鸡巴高，我操！哎呦，我那位置巨逼好，拿我们仨当诱饵刷 KD 呗！对。他们要是肯他哎。哎，有人，干他！有人，干啥呀？这啥呀？哎，漂亮！漂亮！完了，托尼哥死了，这车子谁开翻的呀？啊？对呀、啊，谁开的？谁开翻的？我开的呀！驾照，我操！不是，这为啥掉下驾照啊？我操，这没有错呀、啊！我拱他拱到石头上，把他撞死了呀！啊，你撞死一个吗？啊，那是我撞死的。哦、嗯，他是的确撞死一个，把一个人撞飞了。我都没看着那个撞死的。啊，这事儿。一梭，靠，我投个下水。看那个吗？哎，怎么有个？我靠，怎么这么驴？西瓜头。是吧？这连续说了好几个我不爱听的词儿，他连续说了好几个我不愿意听的词儿，我操！这么绿，我的天、啊！太密了，一组。还有那个连续两次翻车也捡下来。OK。啊。都是我呀，都是你吗？啊，两次翻车全是我开的，你觉得呢？你怎么事儿，伊森？今天感觉你好像很屌屌的样子，牛子小小说话屌屌。我哪天不是屌屌？你快接我，大家走得了。啊，可以，我两人不是摩托车。我往后跑，我往后跑，你过来接我。
这把真是素材满满，这把真的是全他妈是素材。我眼睁睁的看着撞过来，不会不带这样的吧？哎呦，这个多难刹车！我靠，你们俩真的是素材之王，好吧？我操！好了，可以了，走吧。啊，我们两个都没驾照了。小劈叉啊，好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靠，咬人了！哎呦我操！我跟你说，我就知道刚才我都没存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你俩肯定还会有副素材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团队协作的魅力。